I just lay in my bed wondering if there's anybody, or if I was born to be lonely. I've been trying, but I'm burned out from my feelings. Setting fires, just hoping that you'll notice me. Oh, I'm sending out an SOS from the sinking in my soul. Oh, and I just need you to know I'm sending smoke signals. Oh, 然后看到 Hoke 很半价，所以我就买了两个。今天晚上想吃 Hoke。乱来。现在刚下班来找玲玲，明天要一起去滑雪，这样子给大家看一下他的房间有多乱。锵锵，超级乱的房间，略过这些行李，然后有镜子，然后这边很可爱，梳妆台是直接放在床的旁边的。这样好了，我先上去洗澡，他在餐厅吃饭，等我去突击他一下。来来，这边是令令特派记者带大家看一下餐厅的伙食。这边有一个就流动起司，你可以加在蔬菜上面一起吃的。然后它绕到这边是有点类似拌菜区，然后跟生鱼片区，镜头又慢慢的转向不知名的菜。然后它略过了一个客人之后呢，来到这边这些鱼，他说这个鱼很好吃，他很喜欢。然后这边有一些汤咖喱的料。在这个光上面看不出来，有啦，还可以。我觉得温泉饭店好像都很喜欢用这个光哦，对，就是这个紫色。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这一次带回来的欧米茄，是他就说是这次新出的草莓口味，然后这个是我自己也还没有吃过啦，明天要给的那个朋友，希望他在我们面前开给我们吃，感谢他，先感谢他。谁啊？小花啊。哦，明天你有要见小花？要，我明天啊，不是后天啊，后天啊。没事啦，我知道。我想说，明天不是要去滑雪，你要见谁啊？没有没有。我已经觉得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了，大家快看一下，哇，这是我们的板子，我已经都上了蜡。然后这个是小刚的板子，然后我还洗了衣服，因为不洗的话，明天。这样刚好放一天可以收起来，令令就可以直接住在这里面，所以我们家现在一团乱，我的妈呀。 Hello 大家早安，我们要去滑雪了。我今天还很犹豫说我到底要不要画眼线，想想还是画一下好了。早晨，还被塞在一堆行李里面。对，而且这是被完全卡死在这边，有没有？不要动。令，跟你爸。哦，可以可以可以。跟你爸合照。你爸不理你。はい、どうぞ。で、取り替えの。我们成功换完票了。
感谢教练再一次的给我们免费的兑换券，不然我们真的是齁，每次滑一次，我记得现在一天的话好像涨到6000还是7000还是8000忘记了，反正教练给票真的是很阿扎利。妮妮，嗨，然后来拍一下窗户外面的风景。哎呦，嘿，小心的抓稳我的皮带。今天的雪很不绵密耶，感觉很痛。耶耶雪。耶、yeah. ，OK 一年最后一滑跟第一滑，我每年都只滑一次。对啊，我觉得你今年应该也只会来滑一次。后面就要那个啦，那个韩国，耶，买，吃。我觉得 Ski 的这个脚超难下楼梯的，很容易一下就直接翻下去了。家的脚脚，耶，令 ，Hello， 等会我们现在怕我们把相机全部都弄不见，小刚，我们今年2024年要登顶了，耶、yeah ，兴奋的小脚脚，哎。耶、yeah ！今天看不到我们家。我们家要看一下，洞爷湖消失了没有？洞爷湖，现在有这个看板。行了，可以啦。帅美女，那你开吧。有吗？有拍照吗？是啊。有 OK 耶，轮死了，你从哪里的山上带来的雪啊？依然你还有什么难的？Tacos， 我们点的是这个 chili beans 跟 chicken， 这样我跟小刚各一个。酱酱 taco， 哦，酱，先是 taco， 这一个700块，滑雪场食物。然后游乐园食物，对，就是一些豆子跟洋葱，然后跟生菜，跟它有个很重的新香料，对，新香料味，但不知道是什么新香料，去查一下食谱应该知道。很漂亮呢，亮晶晶呢。要来傻子豆啦，买晚上的材料。我们的爱豆鲁，天才呢？爱豆什么？哦，开始唱高音。姜，broccoli， 些 U A 无诶，最近都没有时间。去超市，所以要来药妆店补一下货，不然令今天就没有晚餐可以吃了。
sick of waiting for the right word to come to me. Feels like I'm wasting time away. Well, she's got her hair up top in a messy bun. Thousand flyaways astray. When the sun comes down, takes off her golden crown that no one's meant to see. There's nobody else underneath. It's not that I feel it. Got me close to me. A ladder will reach a thousand runs. Will I never claim to know how we got to do? But that don't mean I ain't got miles. When the sun comes down, takes off a golden crown that no one's meant to see. There's nobody else underneath. 林大大的晚餐是青椒包肉、卡尼他妈、阿希酒跟油淋鸡，怎奈？테리야키다。以上です。啊，我一林大大豆子，真的真的辛苦你，真的辛苦。お疲れ様で、乾杯。耶。艺术可以吗？可以啦，可以啦。来给你 your heart。大家，我在 Sapporo 买的那个，我有给小刚吃，小刚也说很好吃，我就觉得还不错。它就是要烤这种外面脆脆的，然后里面软软的，然后再配上他们家的奶油，就超爆好吃的。那我买两个蛮划算。你还要吗？这个？嗯，先不要。那这样啊。好。你来吃面包，我再啃排骨。嗯，而且好吃的哎。是的。有点酸酸的。嗯。你会喜欢那个奶香吗？嗯，像在垃圾堆里被埋起来了。多了，昨天很多，今天切茶超级大的。我想要吃 chicken， 然后辣度八，然后辣度的话，我想要八，八哦，嗯，这要写五只八吗？八是不是？嗯，八八八，哦，应该是那个娟姐的蛋糕吧？哦，应该是，那边不是有个吉他是啊、哦？没有了是吗？不在了。那个不知道给谁的。我先写我的那个期货单。我点了辣度八，然后是 chicken 的。旁边的学长香根帅哥点的是 sauce 的那集。他先香根帅哥变动员帅哥了。我是香根离职就不了。香根帅哥。啊，你嘞？你点了什么？我点的那个脚煮，我还蛮喜欢它的脚煮的，就是软软的，而且很入味。哦，这一间汤咖喱蘑菇蘑菇是我自己在洞也很喜欢的汤咖喱店，我一直都没有想要介绍给大家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原本就已经很有名，位置又很少。再介绍给大家的话，我怕那边会爆满，我自己都吃不了。这里面的咖喱粉跟香料都是老板自己去调整的，然后也有辣度，它的辣度如果你要加到200块钱，就是最辣最辣那个，真的是辣到不行。但我真的非常喜欢吃，如果你们大家有来洞野的话，也可以来吃看看哦。
还有韩国。我跟大家说，因为小刚真的很想要吃这间汤咖喱，所以我刚吃到一半的时候，我在那边试着问说，是不是要帮他带个外带酱？然后平常他说不要的话，就会直接说不要，可他就跟我说哦都可以啊，还是要带也可以啊，不带也可以啊。他这样说通常就是他想要吃，所以我就马上跟老板说我要外带。这边排16组，超多人。这个是外带的。1300日元，1300-1400，超方便。今这间蘑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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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ke out 小刚的份。我们现在要去咖啡厅，然后呢，里面等超多人的，所以呢，我们就马上出来了。我们在走的时候，旁边还有人说，他们走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坐他们的位置了。超尴尬，我超尴尬，我想说快走，快走。现在在推荐他说，如果你以后来洞爷想要找个能剪片，然后又想要喝咖啡，然后又有充电线又有 WiFi 的地方，就是这一间饭店。冷死。我们大家都点咖啡，我们就是要坐在这边聊到令令走。那边就是也是一样，可以躺在这边，然后这边可以给小朋友玩的 space。我刚刚在跟我朋友说，如果我以后剪片，然后我想要找到一个不会被人打扰的地方，我应该会在这边，因为这边有插头，然后这边又超级没有人的。我不喜欢就是会有服务人员看得到我的地方，像那边就很多人会用电脑，可是我觉得那边就对我来说压力会有点大。这边吧，我以后可能会选这个位置来剪我的影片。如果点了600多块的咖啡没有辣花，你会生气吗？我会生气哦，我会生气哦。那我需要多练练。跟你们说一件超好笑的事，就是刚刚我喝了第一口这个咖啡之后，我就说等一下这个咖啡有一种番茄的味道，然后他们大家还说什么什么会有番茄的味道，然后他们再继续喝，他们就说真的有一种酸酸的味道。我说要说好听一点就是果香味，如果说的就是再直接一点就是一种番茄汁的味道，他们还不相信，所以我们大家现在在查说摩卡到底是什么味道，这样它真的有一种就是。嗨，我现在在万事阁，如果你们来万事阁喝咖啡的时候，你们可以体验看看是什么味道。刚刚跟令现场换了韩元，因为我跟他讲说我去韩国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呢他很乖哦，他去换了韩元。我说你在哪里换的，他说我回台湾换的。真的是齁。好嘞，你都不知道在多少圈。我就从这个去机场，然后我只要到机场之后我就成功，我就直接用台币换那些韩元。好的，那我去韩国我就带这一件。这次是不会再哭了，我眼泪已经流干了，流干没有用了。我下次很快就要见面了，所以不用哭，不用哭。下耶， yeah， 要送令令离开了，大家拜拜拜拜耶， yeah， 好进去吧，好冷。令令他要从洞爷去札波罗，然后明天呢就要从札波罗去奇多塞。欸，大家都说你的紫色头发很帅，嗯，他说很酷，这个紫色这么漂亮。而且你用那个嘎拉托里多面朵，还有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是它紫色洗的时候会喷的到处都是，你还要帮人家刷地板、刷墙壁哦。下次再见面就是韩国了耶，他给我韩国，最近不能再买东西了你。你要留在韩国让我买那个多吃一点。好，我今年这一次有记得买我的200块的 ticket 了，我要来送这位大大，而且是我自己出钱的哦。上次是你出钱的，因为我上班，而且我哭得太伤心了，所以我连钱包都没有带。哦耶，我上次就是在这边哭得很伤心。那你走过吉摩多的希多才不会在洞爷拍他婚纱的。
大家晚安，出来跟小刚买晚餐，先结婚呢。下班一起逛超市，好开心！而且今天不用做晚餐，开心开心。嗯，食べたいのを選んで。大家快看这些半价的炸物！人啊人啊，然后有一些是我会带去公司吃的便当，然后会让大家看到这个半价的标签，我会很尴尬，所以我是会把它撕起来。讲讲，讲小刚的午餐，这个多少啊？这个半价，所以是340日元。司令他来帮我带了我最喜欢的这个蛋糕，欧萨卡的，然后他帮我冷冻起来带过来。带了两个，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吃一个，太感谢他了，那个蛋糕超好吃的。哦，这边可以耶。啊，这边不行。这样爱心对不对？然后我可以，我不行耶。这边呢？不行啊，影片在骗我吗？他不是说什么画个爱心就。拿不起来就拐我，有了，有爱心了，对，这我要拜拜小刚嘛，不要乱玩隔壁家人的血。来来来，各位朋友哦，带你们大家去看一下冬天的烟火哦，冷到不行哎，哇，我还是觉得夏天的烟火最漂亮，但还是可以看一下。Hello， 大家，今天是休假日，二月的第二个休假。第一个休假就是前面大家看到，就跟令去滑雪啊什么的。我本来今天打算是说要去 Yuki Matsuri 的，但嗯，我刚刚看了新闻，我觉得人有点太多了，所以我就想说还是算了。然后加上2月20号又是我男朋友生日，所以其实在这期间，就这之间的这一个休假已经是，就是我拿的最中间的休假，后面就是直接就男朋友生日了，所以真的可能没有办法让我自己出去玩，我就想要算了。我本来是想说 Yuki Matsuri 那个我可以顺便去买这间贝果，结果那间贝果我刚刚看了他的现实动态，也超级多人的，真的是很后悔那一天下大雪的时候没有多买几个。它的抹酱超级好吃，我跟大家说很好吃耶，我今天要把它全部一次解决掉，哇哈，嘿嘿嘿嘿。
好好吃哦。我跟大家说，我之前不是有拍个影片是说我们家是没有 WiFi 的嘛，但是那你们看我在家的时间真的就很少，后面等一下我晚上就要出去了，然后男朋友回来的话就是得跟他一起看电视，所以呢我通常都会下这种影集在我的 iPad 里面，就是在公司的时候会直接把影集直接当在我的那个 iPad 里面，然后在家里面的时候呢就会跟着一起看。我最近想说要看，我前几天在看《养蜂人杰森·斯坦森》那部电影，我觉得还不错，就动作片还不错。然后今天想说要看《单身即地狱》吧，我最近觉得《单身即地狱》那个女生的脖子都这样，然后好像都这样看，我觉得很好笑。我原来就是交男女朋友是这种感觉的那种，所以我最近还蛮爱看《单身即地狱》的。与恶魔有约我觉得也蛮好看，我一开始看第一集到第十集的时候我都觉得还蛮好看的，然后它是16集嘛，后面几集我就觉得好像只靠颜值在撑，就没有剧情可言，所以呢我看到第12集我就放弃了，是我就想说今天其实应该也可以把那个结局看一下，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就快转。我们先来看大家，这个好好看哦！我看到这个超好看的，我推给大家。这部叫什么？《杀人者的购物中心》韩剧，超级好看。怎么能拍得像电影一样啊？真的再不出门就要……我再不出门，我就今天又不用出门了。什么意思？そんな없어。哦，帅死了，帅死了！天哪，大家，我真的要出门了。我今天看这个剧看到都不出门呢，现在已经1:30了。我今天原本的行程是要去买一些植物啊，什么花什么的，结果到现在都还不出门，真的应该要开车出门了。小刚下6点，所以要抓紧时间出门出门呢。你们有看到上次我自己跟我男朋友去买东西，哈，他在那边就简直像冲锋队一样冲啊，然后都不理我，他就说有什么要买，然后其实我发现很多都没有买到，所以今天一个人可以慢慢的买。张戴松，我有好多没有买的东西都忘记要买，今天要来补货一次。大家快看，压缩袋变超可爱的，以前都只有透明的一个花样，现在这个压缩袋是不用吸尘器，你可以这样卷卷卷就可以压起来的。刚好这次去韩国，我想说可以买几个压缩袋放在我的行李箱里面比较好整理好衣服。酷赏的耶，好可爱哟！天哪，买这个！你们大家看，我看到戴森现在卖了很多这种亮晶晶的，想说今天我去做一下我的指甲。我已经放置我指甲放很久了，我买一个这个亮片，然后跟这个白色的，然后混我家里面现在有的那些颜色来做看看。这个是要拿来装什么啊？盆栽吗？因为其实这种圆圆的东西放，不管放什么，我都觉得很挡位置。那做的好可爱哦，我很爱这种乡下逛街没有人室内观赏植物使用的肥料，这个买一包回去，我们家绿色的植物最近都有点垂头丧气的。我跟大家说，我觉得我今年最失败就是没有帮那个植物换土，我平常都会在秋天的时候换土的，我不知道什么我忘记了，所以就是现在要换也来不及了，因为那些土都在阳台那边，然后都冷冻了，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就是温差换土不太好，所以就只能等到春天，希望他们可以撑到春天。因为我最近看他们那个叶子就感觉不太有力气。我跟大家说我最近心情有一点 down。 Hello 大家，我接下来要跟你们抱怨一下我工作上的事情，可能也是因为二月大家就是华人过新年，所以会有很多海外来的客人，然后团体客人本来就不是我负责的，那个人客人的话，因为柜台的check in 的人已经没有会讲中文的，所以就是需要我支援，
通常会叫我支援的话呢，都是应该是客人已经有点在摸摸啊，他可能对这间饭店设施不太满意啊等等的问题才会叫我出去。所以我出去通常都是一直被骂，然后一直被念，然后一直被就是客人熬说要升等之类的。整体下来就是我二月这一整个月的心情就没有那么好，所以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也不是特别针对客人或者什么的，就是想要单纯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就是在国外特别是在日本做服务业也是会遇到这样子的情形的。好的，那如果不想要听的话麻烦跳五分钟过后会有别的片段，谢谢，拜拜。特别是在二月，为什么？是因为呢，研修生他们回去了，就跟我很好的那个学弟他就走了，然后就来了新的一批。可是我是一个很认真的人，所以就新来的，虽然我就他们有跟我打招呼，但是我就很难对新的人敞开心房，就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最近就有一点点忙，因为新的人他没办法接那个客人，就是会请我过去。然后我最近接的一组就是中国客人吧，然后我没有说就是中国客人不好，但是我觉得那组客人他讲话实在是太站政治立场，所以我就有点不爽。就是你知道人气的时候会生气到手抖，我就已经就是因为一开始是日本的员工去 check in 他的，然后我们就跟他说他在三楼，而且他的订的房间就是含早餐不含晚餐，就只有一餐，当然就是会比较便宜。那我们饭店就是有按照楼层去排嘛，我们就排他三楼。后面呢，他就说他想要高一点的楼层，然后日本同事就跟他说哦，没有房间，就是都 sold out 了，都没有了。然后他就说我不懂你是什么意思，楼上明明就是会有房间，怎么可能一间房间都没有空？这样就是讲话比较带刺一点点。然后呢，我日本同事就有点就是拜托可不可以请我出去跟他解释，我才一走出去而已，我都还没有开始讲话，他就说所以现在是中国人没办法住三楼以上嘛。然后我就说先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就是我们楼上都是安排两餐，就是有晚餐跟早餐的客人，所以没有办法帮你往上提这样子。然后就说怎么可能，我预约的时候就是只有一餐，就是只有早餐，难道现在中国的网站就是不开两餐的吗？你们现在是在歧视中国人吗？就是你要讲话就是很像要吵架的那种感觉。我想说怎么讲话这样讲嘞？然后我跟他说没有，不是这个意思，先生，我看到您是一月订的，然后您是二月初的房间这样子，可是其他客人可能他们十二月就订了，所以您一月看那个网站的时候，可能两餐的 prom 都已经 sold out 了，所以真的没有办法帮你往上调。然后他就不相信，他就说什么你们一定都是把外国人调在下面啊。然后我就直接把我的那个就是你知道排房表，其实一般是不能给客人看的啦，但是我真的是太气了，我就排房表这样直接拿起来给他看。我说先生，我现在是直接拿起来给你看，你看我这边楼上的楼层是不是有写英文，是不是有写中文，就是不是只是写日本客人的名字，所以我真的不是因为您是中国人所以才帮你排在三楼的。然后可能就是在讲的时候我就想说，如果你再继续开始的话，我就是要把你往上调了，但是你要加钱。然后他就说那为什么，我不懂欸，为什么我加钱就可以往上调，那为什么就是这样，其他客人不是一开始含两餐那种比较贵的，不是就损失他们的权益吗？他们就在这样跟我说。我就说可是我一开始不是跟您说楼上没有空房了吗？那您现在在这边跟我说就是想要我帮你往上调嘛，那我帮你往上调就是您需要加钱，那我会把其他客人调下来，我是这样跟您说的，那你还需要什么其他解决办法吗？然后他就说哦，那没事了，那就不用调了，就三楼就可以，就是你们懂吗？就是我不懂他在跟我争什么，就有点生气。因为解决办法其实只有两个，对不对？第一就是呢，你把那个客人加钱往上调，或者是就让那个客人留在这边。那那个客人那么生气，他就是想要加钱往上调嘛。那他就跟我说什么，为什么不能一开始把他的房间往上，我就已经跟他说我楼上的房间就是含两餐的客人，就是没办法帮他往上调，那如果你要你就是要往上调的话，那您就是要加钱，我就帮您往上调，但是这样就是损失了其他客人的权益，如果真的这么不理性你就加钱往上调，那就解决不是吗？那他又不愿意加钱，然后又要我免费往上调，我就很想要请他出去。所以我最近二月心情就很荡，因为新的研修生妹妹们就没办法处理这种问题，然后那些老鸟们又都走了，所以我最近处理这些问题我就觉得很烦。因为其实如果有三个人的话就是可以三个人分摊，但因为大家都走了就只剩我一个，所以就等于你遇到那种就是客诉的问题或者你需要去处理的事情就会越来越多，然后你都只有一个人，你就只有一个会讲中文，所以你就觉得大家怨气都在我身上。我每天回家我都超不快乐的，我在那边写本子就这样写，我想说气死我了，我要把这些东西都写下来。所以我最近就是二月的时候心情就有点荡降。
和你们分享一下。我怕大家有人会误会哦，其实楼上是有空房的啦，只是这是官方说法，就是我们不能让每一个说要往上调的人都往上调，所以其实会有几个高楼层房间是要来招待一些我们真的服务不周的客人，我们就是拿来就是哦，真的是非常抱歉，我给你挑个最高最好视野最棒的房间，其实会留几个让自己就是保险用的房间啦，所以我不会真的把就是两餐的客人往上调、哦、往下调，但他冷静，只是那个房间是我要真的给我觉得我真的服务不周的客人，所以如果您是因为这样的方式跟我调高房间的话，我当然会觉得那您就是要加钱，因为那个房间就是比较好这样。话说小刚要35岁了，我帮他挑一个35岁的蜡烛，这样你们觉得颜色怎么样？好像有其他颜色吧？没有，就都这个颜色。你们觉得这个配色行吗？黄色，那边也有绿色的，嗯，可是我觉得没有那么可爱，这个比较可爱。泰国两个都是蓝色就好了，为什么旁边的颜色这么缤纷，然后这个就是黄色跟绿色啊？好了，买这个，好可爱哟、哦。嗯，好了，我的日常补货就补这些东西了，接下来要去超市。因为我们家的植物都是摆在地上的，所以就是从上面看有很多绿叶的，我比较喜欢。嗯，买这个放在玄关那边，给大家看后面的山。你们有看到后面那个山吗？我觉得超夸张的，雪山欸。买了个发财树的轮，它很便宜，1600多打折，500块买得到。觉得它可以在我们家活很久，所以我就买了。枪 ，OK。这个，然后跟这个，耶、yeah ！因为我今天本来要去伊勇，所以我就没有想要特别拍扣服。我本来只是想买个高丽菜而已，然后看到 OK 很半价，所以我就买了两个。今天晚上想吃 OK。然后现在呢，这个沙猛也在半价，只是我们家的沙猛朋友都会给，因为他是捕鱼的嘛，所以就是会给很多鱼类。这个的话，我就基本上不会在超市买这样。这个，今天鱼好便宜哦。哦，黑毛和牛半价，又来伊勇买菜啦。现在晚上4点钟，看起来超级暗。我最近很想要吃薯条碎片，所以就是这种 potato chips， 所以我现在过来看一下有什么新品。哇，这边有师傅咖喱还打折，应该是不好吃。北海道的师傅咖喱阿鸡，然后这个是牛冻，猪冻，然后这边是拉面口味，而且不便宜。我最近很爱吃一个韩国的 potato chips。但这边没有卖，好像只有在那个空冰捏便利商店才有卖，好像没有什么很厉害的口味。这个是煎的黑胡椒口味，然后这个的话是盐口味。其实回台湾应该要带一些这种 potato chips 回去给大家吃的，可是我觉得台湾的应该也比较好吃呢。抹茶季开始有抹茶的商品了，我记得我妈好像还蛮爱吃这种脆心酥的，不然买一个这个给她。这里面就是脆脆的那种千层派的感觉。好像有就是对我妈很好的同事，所以我想说要特别买给那个同事，谢谢她平常那么照顾我妈咪这样。这种的感觉好像不会错，这种。然后这个饼干感觉也挺好吃的，一起带。然后那个夹心酥感觉好像也不错，人家说不定不喜欢那么多抹茶口味，这种袋装。这个我妈妈上次超爱吃的，我本来是要带回去给我学妹的，结果我妈吃到一个之后她就爱不释手，所以这次学妹也要带一点，然后那个我妈妈也要带一点点。这个的话是明太子巴塔，明太子奶油，然后嘞，这个是辣油口味。嗯，多带几个回去好了。我
我妈妈上次就说很好吃，这次要多带几个回去给她。喂，哇，都零食啊！她有出这种夹链袋的款式，这种感觉我妈妈可以吃这种，然后下面这种比较多口味的圆圆的一盒就可以分给同事或朋友这样。我这次没有要买很多，原因是因为我还有一些是要从韩国带的，所以如果日本零食带太多的话，我怕他们会吃不完。不知道买这个泡面带回去会不会被家人骂？这个是柚子盐口味，然后这边是味噌，这个是酱油。感觉带这个回去给其他人，感觉又能吃，对不对？这种也买几个回去。大家回去的时候都会带什么样的泡面啊？下面留言跟我说一下，什么东西台湾没有卖，然后带回去的话，他们会很开心的推荐给我。这个我男朋友超爱吃的 yakisoba bento 这种。好像听说是北海道限定的。买这种 鶏沙沙米 阿基茨 K 的话就很好吃，肉碎，不管是煮汤还是做那种紫菇内都超好吃的。我跟大家说，我发现啊，只要不是写国产就不会这么贵。我觉得味道一定有差啦，就会比较好吃，但就真的就比较贵。这原价要719，哇哇哇！给大家看，我买超多的。我最近突然想要吃小布小布跟 Sukiyaki， 然后呢，你们知道现在这种小布小布啊，或者是这尼库加嘎的肉有多夸张吗？所以我都会打折的时候出来补下货，这样。我们家如果要吃呷哺呷哺的话呢，会选这种下面有大根白萝卜碎的这种塔勒，或者是呢单纯的烹汁鱼，就是有加柠檬的，吃起来会有点微酸。然后这个的话是芝麻的，白芝麻的，我男朋友很爱，就大概就这边在选吧。然后这个开封要记得放冰箱哦，我们就选这个好了，俄罗斯的。然后今天也要买 shogayaki 的调味料，这个生姜烧的很好吃。我觉得今天姐会超过10000块，因为omiyage那个零食有感觉有点买太多了，可是应该是要买的啦，已经差不多要到回去的时间了，不买不行。买一个西欧沙吧，男朋友超爱的鱼肉。买下后练手，如果要吃 sukiyaki 的话就可以用。哎呀，家里面好像有泥拉，今天可以做泥拉炒肉这样。拿根葱，这个有40% 的，感觉超甜。节省了3000多，我跟你们说，我还没刷这些零食之前，我才7000多而已，太可怕了，零食好贵哦。今天的晚餐这边的话是牛肉，买的半价牛排，然后披萨、卡斯诺果、火鸡，跟这边是白萝卜泥。以上今天晚餐，当晚上吃完饭一定要喝的就是米寿西露，蔬菜满满。乱来，你们看还有花花。Hello， 大家晚安。今天呢，我想要来做我们家最近很爱吃的，就是Tonbeiyaki 哦，Tonbeiyaki 就是一个就是包蛋然后包菜的东西。然后我今天早上不是煮了咖喱吗？我就问小刚说，除了咖喱以外，他想要吃什么？他就说他想要吃一点蛋跟菜加在一起的，就是
烘焙啊，所以我现在就要来做，还蛮简单的。如果大家有喜欢吃的话，就是也可以一起来做看看。但加几个都可以，但我喜欢加多一点，因为它就是我就是为了吃蛋跟高丽菜才做这个食物的。然后这边准备一个小碗，加一点点的太白粉，加一点点的水，然后把它抹起抹起。这为了让蛋不要那么容易破掉，然后比较好包起来。然后这边准备洗好的高丽菜。这个超好吃的，而且就很不胖。我跟小刚最近很爱吃，一人一盘。然后又有肉又有菜，大家，你们有看到这边有写个代替品吗？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回收的厨师机要装在这个里面。哇，哎，空格起咧！你们看，这台是旧的，就是他们要回收的，我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然后这台是新的，这台新的上面是全白的，好开心哦！天哪，而且它是有两个孔的，很新哎。2019年制的，然后厨师机，然后加衣服烘干机这样。然后他们呢免费寄了一台新的，然后是2023年制的。我第一次在日本体验这种服务，超级好的。难怪他们都说电器都不要买二手，就是要去就是商品店给他们就是买新的，然后你要记得填那个会员资料，这样子你买就是东西如果出现就是他们可能制作过程中有什么不 OK 的话，他们发现先今年几年二，今年2024，今2019年的时候呢，现在2024年，然后他就直接帮我们就是从19年的换成23年制的，我觉得超级 lucky 的。大家，我已经用这一台用了大概两个礼拜多，我觉得它跟我之前那个功能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它多了一个冬天的功能，我不知道是不是北海道冬天也能用啦，但是就是还蛮好用的，而且颜色超漂亮。眼睛起雾，大家，我今天要去参观一下那个洞爷湖做烟火的体验团，然后呢，这个体验团也很神奇，就是我那个时候就忘记是有个朋友贴给我说叫我去参加看看，志玲姐姐，奇怪哦，就是一个 FB 的团这样子，我会把那个名字贴在旁边，然后我就想说去体验看看，反正不用钱，重点是我在洞爷湖这么久我都没有看过他们做过烟火，怎么做的也不知道，所以就想说去看看就报名了。而且我现在穿的制服，
我看完之后我就要马上走回去上班，这样，因为他办那个日期是礼拜日、礼拜一，然后三连休，没办法请假。中间拿了一个小时去体验一下烟火，耶！他会给这个，然后你们就按照自己喜欢的那个过程贴上去就可以了。我做这个，你们看里面是黄色的爱心，外面是红色的一圈，黄色的一圈，再红色的一圈。现在来说线香。然后这个的话是铁粉，不是真的烟火这样。사기나아이짱아이가야구단하지고가야구단하지고잡아있게또그또꽂자하이어어이마스그래서오늘사기가야구노나이들그거좀보세요야구고여기여기있잖아여기여기있잖아그리고哦，就是、啊，红豆です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这个就是日本的线香，就你们常看动漫这样画，就是这种。哦。これ一回火ついちゃえば、これこう。おお。こういう感じ。わあ。おー続くんですね。おーイエーイ、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やけど、やけどする夏の荒野の前で最後にスイッチでポンって出るのが8号。あれ8号ですか？あれが8号。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洞爷平常会放的烟火，然后我们今天做这个是四号，然后平常水中烟火是这么大的一颗，真的很厉害。Hello， 大家晚安。今天晚上有点冷，然后呢，我现在要带大家看今天冬季最后的烟火，然后是在8:30开始放，听说会有水面那种湖中烟火比较大的那一种，大概是4连发还是8连发，我有点忘记了。反正就带大家看一下之后呢，结束我们这个2月的 Vlog。然后前面其实我在百元商店那边不是有讲一些我工作上的事情吗？我其实是不太想要把负面情绪分享给大家的，我又不知道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会突然想要讲这件事情，可能是因为我工作上面就是遇到太多讲中文的客人，然后就遇到这件事情就有点难过，所以就想说分享给大家抒发一下。可是后面我就看了书之后呢，就看到一个还蛮重要的话，就是那书上面写说人做最简单的事情就是抱怨，然后最难的事情就是反省自己。所以我在抱怨完之后，我就马上反省自己，说不应该跟大家说这些的，以后可能也会比较少会分享这一类的事情啦。这样子，走到会场了，我们应该要往下走，会比较容易看到比较漂亮的烟火。哇靠，超多人！天啊，超多人呢！下面的黑黑都是人，天哪！跟大家说，烟火是30分开始，现在还有大概约5分钟。我跟大家讲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呢，其实我在说完中国人的那件事情之后，我后面接到了Agoda还是 Booking， 一样是讲中文的服务人员，然后应该也是中国人啊。他在最后就是我们讲完工作上的事情之后，他跟我说，那因为是二月，所以就祝您佳节快乐，新年快乐这样子。我听到瞬间，我真的觉得超级暖的，因为我二月服务那么多讲中文的客人，没有一个客人跟我说新年快乐，所以我就我觉得人真的是有时候遇到就是遇到，就遇到没礼貌的人，就是不管国籍他就是没礼貌这样。
どこ？お、ここ？大家，我要回家了。希望大家喜欢这次的 vlog 哦，拜拜。